怎么办？这一波又有人堵住路了，回不来。元哥被击杀了，秒了。元哥被击杀之后，西西这边二技能退过来，一技能打一套，打沉默。出来之后自己还是死，并没有击杀掉九龙。我再站起来，依然阵亡，守尸二连击破。再打过来，现在看看公孙离的一个输出位置。目标输出，一技能躲一下，拉扯开来，躲掉了九成的技能。孙膑一个人挡在前面，双 C 都是残血，就看小怪兽的输出了，中了一剑，没办法，直接第四破水晶，拿下胜利，恭喜 Hero 九庆。